系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取得骄人成就背后最重要的劳动力。数以亿计农民从农村走到大城市，担当最低层的工作。北京反正要照这样的话就一直待下去，回去也没啥用处。你看回家啥事也没有，咱们那地方太偏僻，他连一个工厂都没有。庞大的人口流转不但为国家带来改变，亦都带来新的社会面貌和现象。我们都不把这个心放在教育上，这些孩子他的学上哪去啊？是不是？北京市现在应该是有二十多万这个流动人口，对不对？二十多万个流动孩子要上学的。山东来的，跑从山东来到北京的。距离首都市中心不够一个钟头车程的昌平区东小口村，是北京最大的废物回收场。住在这里的全部都是外地人，来自全国各地。谢朝刚来自河南一条穷乡僻壤，他说自己在这里已经住了五年。他每日早出晚归，骑着一部三轮车周围去回收废物。你现在一天就得好几块，什么都收，那纸盒子、瓶子、废铁都在收，收到家具、铜，这是最开心的。那贵呀，能挣的钱啊，干别的咱们也干不了啊，比家乡好一点，对，可以维持到自己的生活，没有多大期待，把孩子养大了就行了。由于乡下的老人家年纪太大，两年前谢朝刚唯有将他一对仔女带埋嚟北京，生活压力可谓百上加斤。啊，两毛钱一公斤，这个有三十公斤。这玻璃昨天从市里边从柜子上面带回来的，两毛钱一公斤，有三十公斤呗，我觉得能挣连木头能挣十块钱。冬天的干活的也少啊，装修的都少了。就春天生意还好干点，还没毕业的。由于两个仔女的户籍仲在乡下，所以他们留在北京就入不到当地学校，不受国家九年免费教育的保障。两姐弟而家喺附近呢一间专收民工子弟嘅学校读书，由于系民办，每个学期嘅学费要交成六百几蚊人民币。学校反正说是够贵的了，两个孩子一季就得一千多，说要这个别的都要得多。有买的课外书的，还有
过元旦的时候装饰教室的，什么都没。太热了，回家读他不要钱呀，跟那学费还太高。在北京，这类民工子弟学校大约有300间，这间学校开了有10多年。校长万俊杰说，民办学校经营不易，好像他间学校就经历过4次拆迁，由朝阳区搬到来昌平区，愈搬愈远，愈做压力就愈大。好好学习啊。刚开始实际时候，那个比方说我们收300块钱或者400块钱的学费，但是那时候老师工资才500块钱一个月，最高了。目前现在老师工资涨到2000块钱，翻了几倍。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多孩子，有的家有的上起学，有的上不起学，我们都接收了。到现在我们还有可能接近有20000块钱没交上来。我在这里会好好的读书了，因为父母每天给别人干活，用自己的汗水去换的钱，很辛苦，很累人。他说：“老师，我是这样想的，我就想我要挣更多的钱，我要是在北京买一所大房，那该多好啊！那我说你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得怎么办呢？”啊，他说我那啥，我一定好好学习。曾穗4岁就跟住父母由家乡来到北京生活。那这多少呢？这几个刷子，刷子。自细佢就好懂事，嚟到新环境，佢好快就适应新嘅生活。我会帮妈妈干些活，妈妈不能挨水，我就帮她刷碗或者什么。这个曾穗的爸爸在地盘散工，妈妈原本在餐馆打工，不过最近因为失业，所以多了时间留在屋企。他说民工的生活漂泊无根，这几年他们因为搵食不停搬屋，影响到两个仔的学业。来北京读书就说的，他如果学习好呢，我就尽量让他好好学习，供他们上学。如果就说的，是学习不好呢，还是在北京，还是想在北京发展。完了就说等他长大了，长到十七周岁了，想让他就说的去当兵，留在想让他去部队里面，最起码部队里面素质好，教育的好，有盐。那是你爸给俺晚上买点吃，好吧？那没有二点就。我随便在哪儿都行，只要跟爸爸妈妈，我在哪儿不就无所谓吗？根据关注民工子弟教育团体估计，全国流动人口当中，14岁以下的儿童有接近20%，人数多达2000万。中央亦都注意到民工子弟离开家乡因为户籍而失学的问题，所以在2001年推出新政策，要求地方政府为流入当地的民工子女提供9年免费教育。不过到现在，单在北京就有20万学生自费在民办学校接受教育。有四川的吗？你四川哪儿的？四川绵阳的。你是四川哪儿的？也是绵阳的。3:53，1:00。张志强本身亦系民工，喺新疆做过摘棉花工人，又去过广东嘅鞋厂打工，同埋做建筑装修工人。多年嚟，佢眼见唔少民工受到不公义嘅对待，所以佢特别关注到民工下一代嘅教育问题。整个孩子出了就成了一个国家也不管，孩子的父母也不管，老家的政府也不管，成了三不管。
那么到了这种学校过后啊，可能它的相应的教学质量以及教学环境以及整个这个社会环境可能造成它一种不良的影响，所以啊，我们才开始关注这种打工制的学校啊。张志强在网上开了一个网站，等社会多些关注民工子女的教育，好像他最近发起旧书捐赠，又帮民办学校成立图书馆，等学生有多些学习的机会。首先是传达一种爱，因为知道这个社会还有人在关心他们，除了父母的爱，来自社会的爱，然后呢，你给了他爱，他才去会爱别人，才会去爱自己，才会去爱这个社会。所以这孩子没有得到一个好的安排或者好的发展，一个好的生存保障，那么他肯定势必就会整个北京就会形成一个危险，甚至形成一个冲击波，让这些孩子对整个城市形成包围。那么因为二十多万的孩子是一个不小的数量。这个冬天是北京三十几年来最冻的一个冬天，杨巧燕是这间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担心学生的身体挨不住这么冻的天气，因为不少学生的衣着单薄，屋企又没暖气。还有你们那衣服都给拉锁拉上啊，不能掉了。杨巧燕十年前由四川来到北京的民工子弟学校教书，由于没有北京户籍，一对仔女到了入学年龄才发觉没有公办学校肯收他们，于是他就萌生办学的念头。老师说你能听懂吗？ 能听见吗？能听见啊。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办一所真真正正不收费的学校，因为我们这帮孩子太苦了，家庭太苦了，他们太难了，他们真的不希望自己的一代跟自己一样去收废品，是去捡破烂去种菜。还有别的安排吗？杨巧燕认为教育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国家既然推行九年免费教育，就不应该出现没钱没书读的情形。不过现实之中他每年还是接触到不少这些事例。我看见别人有爸爸妈妈我没有，我就很想很想。以前上四五年级的时候，看见别人爸爸妈妈来接他们，我看自己没有人接，还是我带着弟弟回家，我就很想很想。您把孩子拉扯这么大已经不容易了。您放心，您啥时候把孩子送我那儿，我都是啥时候都是免费的。手凉不凉啊？哎，侯婷的爸爸几年前过身，而家两姐弟由爷爷照顾。杨巧燕知道他们生活困难，所以一直都没有收到他们学费。目前北京有大约三百间这类民工子弟学校，而得到政府审批和认可的只是得六十几间。杨巧燕这一间没有得到政府认可，理论上是属于非法经营，无论师资物资都十分缺乏。流动儿童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简单就说吧，实际上义务教育在中国农村已经免费有好些年了哈，而且在城市呢，义务教育的免费也已经实施了。
但是呢，唯有那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这批流动儿童，他们的义务教育好像就成了一个没人管的、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流动儿童教育得不到保障，问题的症结和国家体制有很大关联。行之多年的二元结构户籍模式，将中国的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严格限制，而教育体制又和户籍挂钩，于是形成由农村流入城市的流动儿童，由于户籍仲留在原居地，所以无论升学甚至受教育，都因为制度所限而被剥夺权利。就高考来讲，他必须在户籍的 原所在地来考，知道吧？所以不管你现在，你看北京很多河南的、河北的、安徽的、四川的孩子，他到这里读，现在其实一般来讲，他们就在读了初中、高中都没法在这读，他要想考大学的话，他都得回他自己的原籍去读高中，然后再来高考。推行免费教育的经费，本来是由地方政府负责调配，不过流动人口由于没有户籍，公办学校计算学额的时候往往忽略他们的需求。你的户籍在哪，就是说你的教育经费就是拨到什么地方的，你就在哪上学，是吧？我们就是说关于体制问题、财政经费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要真正解决起来，可能还要研究，还要讨论，也许一年两年，也许三年五年八年，但是你要知道，这孩子一天天在长大，他不可能再等三年五年八年，那时候他已经不需要上学了。韩超今年17岁，之前他一直留在家乡做留守儿童，和爷爷妈妈过日子。去年父母才从河北接他来北京读书。就好想跟妈妈在一起，没有人管嘛，自己生病的时候，所以特别想和妈妈，有妈妈照顾，会很高兴。虽然就是在这里条件不是很好，但是我挺喜欢在这里的。韩超的妈妈多年来对个女一直心存内疚，她说怪只怪农村的收入养不起一家五口，所以她和丈夫才被迫离乡别井出外打工，十几年来都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很少回去看孩子，就是过年过节有时候回去顺便跟孩子住两天，就是这样。从学习生活上根本对孩子没有谈不上照顾，可以说。所以说从这方面想呀，很多地方都对不起孩子，其实就是靠孩子自己。我还得尽可能的想办法让给孩子想办法找一条出路。今年是韩超第一年在北京过春节，他说可以一家团聚，所以过得特别开心。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如果说毕业以后感觉去什么地方工作最适合呢？想过没？肯定是饭店了。饭店就是还有好很多饭店，就是感觉什么样的饭店最适合你？我也不知道。他说你去把他。你去把他扔出去，所以他也是。韩超说他的新年愿望是在毕业之后可以继续留在北京。我觉得就是现在你上学然后学点东西，我觉得以后也许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吧。找一份好的工作，然后可以帮爸爸妈妈分担一些就是经济上的困难。因为就是这里有好多企业，好多大公司，所以我觉得这边就是，对，机会要多一点。今天不能出去，今天天下雪就不出，天太冷，就是担心嘛，下雪天担心也没用啊。过节倒不开心，天阴，太冷，就得回老家。因为跟着他出不了门，挣不了钱。对，光吃不挣啊。
谢朝刚为了减轻经济负担，打算春节过后将太太同一对仔女送回去河南家乡，因为个女就快升初中，早啲翻乡下准备考试，将来先至入到一间好嘅中学。就是现在到五年级了，六年级必须得回家，不然考初中的话回家就考不上了。孩子不适应的地方，对北京的地方咱们大部分来说都走遍了。繁华是繁华，你得有钱呀，你没有钱再繁华也没用，终归不是咱们待的地方，早晚是要回家的。而我们现在农民工现在是干最重的活，最差的条件，他们的孩子也享受最糟糕的教育。你说再过十年二十年之后，你说他们的后代会怎么样？就像原来民政部部长李学礼说的，最可怕的不是贫困，而是贫困的这代际代代相传，你爷爷穷，你父亲穷，你穷，你的孙子还是穷，永远在这里头都走不了。跟住落嚟系卫食总司令。